我们来看第六题，从地面垂直朝上发射一颗石头，初速为 24.5 每秒公尺，经过 t 秒后，石头的高度为 h of t 等于负 4.9 t 平方加 24.5 t 公尺， t 大于等于0。请问，我们来看第一小题，石子射出后最高的高度为几公尺？我们来看呢第一小题，那么根据题目是呢要来求出它最高的高度，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来求啊这个函数 h of t 它的最大值，所以呢就会等于负 4.9 t 平方加上呢 24.5 t， 我们利用呢配方法来求，首先呢我们把负 4.9 把它提出来，让呢领导系数 t 平方前面呢是1，那么因此呢这里就是减，把这个提出来以后呢啊，所以这里得到的是减 5t， 那么继续呢我们把它配成完全平方，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加上这个5的一半，也就是呢1/2，那么整个的平方加了以后马上减啊，所以呢减掉1/2的平方，那么因此我们维持呢括号里面的值是不变的，那么因此就等于呢负 4.9 再乘上，那么前面这三项就是完全平方，意思就是说呢是 t 减掉啊这一项呢是1/2整个的平方，再加上负负得正，也就是说呢 4.9 乘上呢1/2的平方，那就是呢1/4，所以呢就会等于啊负 4.9 乘上呢 t 减掉1/2的平方，加上呢 4.9 乘上1/4，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呢它是 30.625， 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把 h of t 这个函数利用配方法把它配成呢标准形式，那么因为呢这个函数开口向下，这是一个抛物线，所以当 t 呢等于1/5的时候，那么它呢就会有一个是最大值，最大值呢那么就是 30.625，那针对我们这个题目呢，那么这个最大值的单位那就是公尺啊，所以呢是 m 的意思。我们来看第二小题，石头射出后经过多少秒落回地面？我们来看第二小题，那么根据题目是呢，我们在坐标平面上就来画一个呢石头它的路径啊，它的示意图就是一个呢开口向下的抛物线。那么这里呢，假设我们画虚线的这边啊，就是代表呢这是地面啊，所以呢石头从这边朝上啊，丢掷的时候，我们在第一小题得到它到达最高点所花的时间，也就是从这里到这里所花的时间呢是1/5秒。那么在一半，因为抛物线呢它是对称的，所以这里在1/5秒。那么因此呢，它总共的时间，那么就是呢2乘上2/5秒，这个时候呢是5秒。五秒的意思就是到达这里，也就是呢落地的时候啊，需要呢是5秒的时间。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利用几何来找出呢它落地的时间是5秒，我们可以利用呢它的函数啊方程式呢来计算，意思也就是说呢当它落地的时候它的高度就是等于0，所以呢原来的函数是 h of t 这个值呢就是等于0啊，所以等于0呢就是负 4.9 t 平方加上呢 24.5t， 我们把负 4.9 提出来，那么因此呢就是等于0的时候负 4.9， 那么 t 我们也把它提出来，所以里面呢就剩下是 t 减掉5，那么这个函数等于0，所以我们求得 t 的时间呢是0啊，或者呢是 t 的时间等于5， t 的时间等于0就是这里落地啊，所以呢这里指的是 t 等于0， t 等于5就是指这里，所以这里的时间呢是 t 等于5。那么两种方法我们都可以知道呢它经过5秒的时候就会落地。所以呢第一小题，石子呢射出之后最高的高度是多少公尺？我们计算结果啊得到呢它最高的高度是 30.625 公尺。那么第二小题呢，射出之后经过几秒落回地面？我们利用了几何方法跟代数方法求得它经过呢5秒的时间就会呢落地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。